再来活多了，红天啊，被些大大王爷地位，我是讲我今朝有准备，可是我有够无聊的，可是红天你若答应，连你陪伴伫咧我的身躯边，我想一定无问题，拜托你，你就答应红梅大姐一摆嘛。看到妖怪，我红梅的故事啊，原来你三顿两碗安尼讲到呢。画山画水，我要天官，我看迄不是哦，你是爱佚佗啦，哈。红兄，你都了解，叫江地，一江鬼是真哩啊细。虽然讲江湖彩礼是我伫咧我的身躯边，但不过我感觉真无聊，想要去外口的所在行行看看嘞。遐人伫咧讲，外面街巷的所在，遐风景是真哩啊闹热，你着我将我的好奇心，带我去见一摆就好嘛。你可比，那是咱中央同样啊！好啦，那奉听我应准的，你咱兄妹一同出外里去，来去台北市行乡去哇！奉听，多谢你，我着知影你是疼惜我，要有你陪伴伫咧我的身躯边，我着放心咯。这是当然啊，要若无，你就担任自己出外里去，我嘛担心嘛。奉听，既然你已经答应我。时候无差，咱即时就用个出门咯。我妹向前带咯，啊！今仔日我来讲啊。为何挡住阮的去路呢？唔知影规矩是毋是？路我开，树我栽，石头是我搬过界。你说你若要为这块地闹翻，你卖落来。错票。大刀包天在此，你这是个无王法，你可了解？你了错行为，可是连你吃侪人都无。好咯，我讲这么多，我不懂你在讲什么啦，我就爱听你讲话。但不得上叫何人，何总，这么大意思啊！
风台的人已经受伤愈多了，是安尼啊？多谢伊个救命大恩，但不得你尊先待命啊！自我介绍，我名范定冠武，到底恁是何人？我哩穿到条条断断，为何对方爱称是出恁的性命了？小五，这是朱元英。好、哦，这是鬼咒助乱哈、哦！这是鬼咒，这是汪洋，不是小朱元英，快背起！是讲，当你讲不得下无罪啊，更何况。你叫下小王，这是大讲一件啊！我是爬虎功夫，安虎，你无想讲爬树惊去虎记咧？袂去拢赢之前，我是做一路到惊啥哩？去求助公粮，希望你公粮放平啦！哦，你是讲你是金科的金树吗？是啊，啊，你来办了啊！我就是金科的金树，好听咯，我送给你上上。关雾来不哪天啊，心焦碎，天可来不哪天啊，是啊，你叫下小王，还阁滚住，这是大讲一件。虽然科技进过来找，看伊替人泡泪，一定是讲，你想要讲东洋做，讲了恁倒的门面啦。我了解，你心头一定真难过，不要紧，我拢愿意替你拨支持啊。咱小王爷在阮代表替人服务，这是如此，哪里？不管上会不来，请请。万古在，你回转惊中而来，要何尚我有我不如安心。我摆开宴席，大大宴请你来。不如嗦啰嗦动起，我们一起去呀吼！一起去扬州去啊！来呀！准备团宴是啊！在土在后宫地不要紧，开怀痛饮一番啊！大娘，把酒来做大了咯，请客。我刚挂电呢。但是贵客，咱的贵宾呢？啊，你把空姐叫出来，到底有什么代志啊？我怎要跟你讲话，来去伊听到，安尼我颠倒歹势啊！你也歹势？是啊。我红妹，你又从来唔知影歹势人啊？红姐，你安尼跟我讲啊？但是听话大啊，不要紧，有啥物代志讲红姐知。天津公主，你连天开叫你听话，国都是这尼啊大，看是做相貌堂堂一表好人才，可是。